我们现在临时接到通知说要去韩国，我也不告诉我们去干嘛，就是就直接说要去。那我估计啊，应该不是去训练的，应该是去玩。我觉得应该是从节目回来之后想犒劳一下我们，就是想带我们去玩一下。哎，有人没出国，就这个。好，我想问你第一次出国的心情。心情，我高兴啊！高兴吗？对啊，昨天晚上我昨晚半夜跟你说话了。其实我当时想问你，因为我没意思，你知道吧？想找个人就诉说一下你那种感觉。激动，你知道吗？激动。他可能激动就睡不着，给我发微信。有点睡不着，已经激动，因为第二天要走了。这是一傻子。这是一傻子。吃饭了吗？吃饭，我忘记什么？为什么不能吃饭？我以为你会忘记，就是因为脑子嘛，就是可能。哎，你今天有没有玩这个？没有，因为他平时真的就是脑子很不好，就是各种。你看，这就是幼稚的表现。你看，我问你，这次去韩国。该带的都带了，干嘛？确定都带了。确定。怎么了？都带了。但我刚刚有人发微信，我拉东西把那女的去。真的，他因为他知道我之前拉 MC 嘛。来，过来，我让你死心。要什么？他什么没带？好。是不是带了？干嘛？你家人可以拿走是吧？不是因为我们带了。知道干嘛吗？要帮我拿，要拿是吧？好，拿。拿着，出发啊！走，哎，我们出发。你跳十圈才可以滚吗？十圈吗？我觉得起码五十圈。我觉得五十圈。你不要动。我没有英语，然后不可能继续比较快。好了，反正英语就陪我就好了。好，我没有，没有。来，三二一，出发！小天，过来，几点了？快八点了，就没有时间概念了。现在已经就是来到韩国没有时间概念了，是吗？时差一样，你看，这都饿成什么样？坚果，坚果，哎，坚果，你别睡，等我还要出去的。这样等会我懵了，我好饿。你看我们这边成什么样子了？我不知道我们工作人员在干嘛，他们就真的就商他们自己商量事情，然后是不是商量睡着了？我也不知道，他们可能是，我觉得是年纪大，就是也累。你看这平时最活泼的高毛筒，对呀、啊，你想不想吃？你饿吗？我饿死了，饿吗？我命都饿了，饿吗？刚才就饿了。我跟你说，减肥这个事情绝对不能做。我觉得我们好不容易来到韩国来玩了，爸妈肯定是。就是，如果他们还没有管我们，我觉得最后行吧。好，最后行吧。最后行。We'll be right back.
金主，他们说他们吃饱了。没什么情况。他们俩吃饱了。我们吃过。应该是安全。他说他们俩吃饱了。吃饱了。什么情况？吃饱了？我演不下去。不是，要饿。现在就我们现在就自由行了，我去问你们。隔壁我已经消息我已经打探完了，安全不干净的安全。向往自由，热爱冒险。我跟你讲，等一下，我就是这种人。等一下，因为我不是说打听好，等一下如果被抓，就说听我说，我们可以出去。没有，那有难同当，有福同享。你就说，兄弟，你就说我说的。没有消息，手机是过了十分钟，手机是没有消息，没事。
没事没事，继续吃继续吃。等一下，刚刚做的很新鲜。我们是热爱梦想，向往自由。就是很饿，但是又不敢吃。向往自由，热爱冒险。你们怕被娜姐知道吗？不怕，我们从来不害怕，我们无所畏惧。娜姐之前不认识。哇！到最后，我们工作人员肯定会看，所以我爱你们工作人员，每一个人，明姐、娜姐，我们每一个相当的工作人员，我爱你们，发自心底的，绝对就是不会有一点点触动规则的事情。你们怎么都不听我讲话？我说的难道不够正经吗？我还有话要说，这是我们经纪人的箱子，可见我们在香蕉的地位。来，经纪人。娜姐，我现在来到这条街上就发现，我教还好了，比较好，就完全感觉有障碍。但是，如果说发现说要去跟训练的话，脚就不好，对他可能就不好。我在你脸上，但我没有发工资。什么？他也不会行。我跟你讲。这是要罚跑的，我跟你讲，这是你罚不了，这是腿这是如果我罚跑的话，对，我跟我爸签。什么？真的？我跟他爸签。烂球，这梗爆完多久？没事。爆完了，爆完了。烂。